室啊，哎，挺舒服，小太阳，一下感觉到了大城市。对。绵绵冰，看着不错。哎，挺帅哎。哇！哎，确实。你就惆怅，看窗外，老惆怅了。哎，哎呀妈呀！低头，沉思。哇！215。消费还挺高呢，那个柜台展示台上点个遍，觉得啥都好，啥都好，没有小份，有小份高低都来一口。对，进了吗？进了。去哪？咱对，咱俩去吧。哎，我去就行了。哎呀呀，行，少爷您快坐着。你这么一说完，谁能坐得住啊？别都去了，嫌得我坐着吧。我没去，我就想看看。几个东西这么些人呢？来吧，九十哥，谢谢。林大林子他没有吸管吗？我给您拿。没有，嗨，不是这意思。妈呀！有点难为你哈。咋的了？走的真慢呢。猫步，昨天院里那猫步。哎呦，哎，个儿太高，头球。这啥馅儿啊？年糕豆蓉，像雪似的。尝尝爱芒，导演。尝尝，来尝尝爱芒吧。爱芒。不错，挺好吃。咱俩选，给我整点。要不然一趟开这么老远是吧？你就来这儿能吃点，你这是谁会点他呀？自己就这么自律，这帮人就是碰着了还不吃两口，是吗？下次吃不定哪年了。今天都是4年一度，嗯，啊，挺有意义啊，哦，可不吗 ？Special day， 太好吃了。你是真爱吃凉的？我是爱吃凉的，但是毛毛刚说对，就你平时真不会点。那咱们拍戏哪会说买一冰激凌吃？是，正好借着这旅游才吃，你知道吧？咱纯是为了工作，对，工伤，这都工胖，工胖。哦，他这蟹壳里是饭，软，哎，沸腾了啊，感觉不错。哎呦，香。真不错。妈呀，咋的呀？哇，他这个就是这么吃啊？妈呀，他不能卡嗓子眼吧？你多嚼吗？今天回去之后可得减肥了。那我们呢？阿勋瘦，我也得多。我，你都肌肉啊，这样减。减。这是第一次录节目，录到机场。我开创了一个先河呀！你就别眼看着送你们走，拍点素材。哎，这都是素材的背影吗？我们五个在此分道扬镳。人生先要等待。京都念慈庵，我们仨精彩一会儿回来。等待是为了更好的遇见。京都念慈庵，我们仨精彩继续。这里是京都念慈庵冠名播出的《我们仨》，好费好嗓好声音，旅途有你很开心。我们仨指定用车东风日产探路，六座大家庭旗舰 SUV。我们仨指定在线旅游平台去哪儿旅行，旅行上去哪儿比比看，比出真低价。办理中国移动动感地带芒果卡，尊享无限 X 巡回演唱会视听盛宴。妈呀，咋的呀？
哇、哦！我不敢吃，我也不敢。他这个就是这么吃啊。妈呀，他这都啥啥口味啊？有多嚼吗？还有这个。我差点没把饺子吐出来。你今天又经历了一次。刚主要一回头，我看毛毛那筷子上那个，他从这个窝变到那个窝，那饺子嚼一半，差点没吐出来。饺子也动了。我饺子也动。他吃的其实没感觉到动，得寻思这玩意儿。走吧，时间也紧迫。OK， 今天回去之后可得减肥了。那我们呢？你俩可太瘦了。谁呀、啊？这俩。李云龙，你俩这……大勋瘦。我不瘦。大勋比我瘦点。我也得140多。你140多？对。咋了？我140。我比你胖点。我150多。你都肌肉啊，这是减减，对。走吧，洗手场吗？走呗，走吧，走吧，购物吧。这是啥呀、啊？这个牛皮鞋。皮筋儿啊、嗯？牛皮筋儿啊？牛板子。那一样要两个吧？谢谢。过去了，谢谢。还整点啥？再往前走走，还是上哪儿？还是上哪儿？那咱回去，现在就。没有，我问问你。我不买了，现在。哎，行。问你意见，问你意见，别急眼呢。脾气倒是怪大的。我能急眼吗？我这都不占理儿。一急眼腿都有点要好了。哪个卖的好啊？这个好吃吗？它咋吃啊？行，拿一个这个吧。谢谢，走吧，回去吧。哎呵，咱现在就奔延边大学开，咱们瞅瞅。走吧。这对面是延边大学吗？这就网红大幕墙吗？啊，就这儿。这就是著名的弹幕网红。对，网红幕墙。啊，网红墙。啊，又有几百家的饭店。嗯，这是自然形成的。自然形成。自然形成。那咱现在怎么走？上哪儿？停那儿就下车走。嗯，好。走。还能去对面吃糖葫芦吗？啊。开开胃啊！开个胃，我开不动了。必须吃上！不，最后一站，开不动了，兄弟。最后一个愿望，真开不动了。你是不是？我吃一个。你走来，我开开胃。嗯。就我们都要就这个纯对对对对纯山楂的。哎，有小的那个。对对，有小的小的。哎，正好一人一个。咱不得拿着这个这合个影啊？你看多快。真开不动了，他直说不吃不吃不吃，他已经吃一个了，就你嘴急，就在这个角度吧，来吧，咋着啊？就这么着呗，这么着呗，
来吧，就这么着呗。来，准备。